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它五种 unlock 的方式。OK， 第一种就是 fingerprint， 这一步可以找，非常的快，就是这么快，然后向上就可以上手。OK， 第二种我们有卡 ，IC 卡放在中间，马上就可能。第三个就是 password 了 ，6-digit password。OK。第四个就是用 spare key 了 ，spare key 就在下面这个地方。如果说有电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不会用到 spare key？ OK， 如果有电的时候，我们用 fingerprint 用 password 用卡。So， 如果有电的时候，我们用 spare key 去开的话，它会马上就会变成 alarm。OK， 除了 alarm 以外，我们的电话这边，我们的 apps 这里会收到一个 notification。就在这一个时间有钥匙，可能你就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啊。有人在家的话，或者是打给你的那个了。然后，当然我们是 owner 的话，我们很简单，只需要放一个 fingerprint 上去就可以了了。OK， 第五个，如果说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，我们刚好还没有回到家，或者是我们在上洗手间，或者是在煮饭不方便去开门，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按这个 doorbell， 然后我们的电话会收到一个 notification。这一个 notification， 只要我们知道是我的朋友认识人之后，我们可以按 confirm， 他就会马上开门了。